而且又磅礴的传统乐器演奏，让现场民众听得如痴如醉。紧接着，力与美的表演，来自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舞团，展现南岛民族文化乐舞。拉拉以桃园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九号举行宣传记者会，其中连续五年都参与盛事的 Boxing 乐团也亲临记者会现场，感谢主办单位及粉丝们的支持。这次我们会带来一些比较传统的音乐，来结合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，希望大家能够来现场听看看。今年国际音乐节也将与国外驻台使馆合作，除了有国内优秀原民音乐人才演出，也接轨世界原住民族乐舞，期盼推展原民文化的丰富性。而这次也将举办场地移至桃园阳光剧场，以开放式的舞台让表演团体更灵活的运用空间。那透过音乐，我们可以连接到南岛国家，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特色。那我想桃园这个招牌活动事实上很受到年轻人喜爱，那虽然在疫情蔓延期间，那我们希望在防疫规范底下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得很好。拉拉以桃园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将于14-15号热闹登场，现场有超过20组知名原民歌手乐团等接力演出，也希望透过每次的年度盛会让民众感受原民音乐魅力，也期望逐渐将桃园市打造成原民文化的推广基地。原视新闻蝴蝶布拉鲁样桃园市采访报道。